Hello，欢迎学习爬虫课程。那么从这节课开始，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 Selenium 里面的一些正的常用的操作，或是里面的一些正的 API， 好吧？好，那么这节课的话，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关闭页面啊，跟大家讲的这个关闭页面啊，这个关闭页面的话是分为两种方式，第一种方式的话是使用这个 Close， 第二种方式的话是使用这个 Quit 啊。这个 Close 和 Quit 的话都是用的关闭页面的，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的区别呢？这第一个的话啊，这个 Close 的话，它是只是关闭我们当前的这一个页面啊，而这个 quit 的话，它是来退出整个浏览器的啊，退出整个浏览器啊。好，那么这地方我们来跟大家演示一下，对吧？比如说这是那个页面哈，如果我点击这个部分，是不是可以把整个页面全部都把它给退出来了？就是把整个浏览器全部都把它给关掉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我只是关闭一个选项卡啊，比如说现在有两个，我只是关闭一个选项卡，是不是这个浏览器还在？只不过关闭了一个其中一个啊。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这两个哈，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人的区别，好吧？这里的话，我就来用代码的方式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好，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栈码啊。这地方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，叫做代码2.py。然后的话，这个地方我把那个什么呢，一些相关的交流价代码把它给写好了，就是跟上这个讲的是一样的哈。就是首先第一个 driver pass， 然后的话定一个这样的 driver， 接下来再使用这个 driver 去获取一个这样的网页啊，打开一个这样的网页。好，那么打开这个网页以后啊，接下来的话，我就要去来测试一下这个 close 以及这个 driver， 好吧 ，close 这个 driver 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运行一下我们这个代码2啊。好，那么的话它就会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啊。好，打开这个谷歌浏览器后，现在的话它是没有关闭，对不对？没有关闭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我就来让它 close 一下和这个 quit 一下啊。好，那么为了哈也是那个方便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如果我直接让它打开，马上就让它关闭，是不是就看不到这种效果了？对，所以的话我这地方啊就让它打开完之后啊，让它停留五秒钟的时间，好吧，停留五秒钟的时间啊。好，那么这地方导入一下这个什么的 time 啊，然后这地方再来写 time 点什么的 sleep 啊，比如说让它沉睡五秒啊，让它沉睡五秒啊，沉睡了五秒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让这个 driver 啊来 close 一下啊，或者关闭这个页面，好吧，关闭这个页面啊，保存一下，我们再加来运一下。好，那么这地方是不是就打开这个页面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如果这个地方点一下新的页面，它就会把之前那个页面把它给关掉，看是不是自动关闭的吧？不是我关闭的啊，是这个程序它自动关闭的，对不对？它就只会关闭之前的那个页面，对不对？只会关闭之前那个页面啊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close 的一个这样的用法。那么如果我把它改成这个什么呢？把它改成这个 quit 哈，它就会将整个浏览器全部都把它给退出啊，保存一下，我们再加来运一下啊。好，这地方我们来看啊，比如说我这地方再来点击多个啊，好，待会的话它就会整个全部都把它给退出啊，是吧？全部都把它给退出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quit 一个这个退出的作用啊， quit 退出的作用，好吧？这个的话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啊，后面的话用的比较多的啊，用的比较多啊。然后的话这个里面啊，就是说关于这个 Selenium 一些更多的操作的话，就是详细的教程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链接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官方文档，对吧？可以看一下这个官方文档啊。好，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这节课好的目的就是讲一下这两个关闭页面的一个这样的用法，好吧？OK 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这节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感谢大家。